来讲二泉音乐、嗯、也是我们二胡的独奏曲的代表作，是对啊，所以我其实这一首的他们一些技巧，他我们有笛子滑音、打音、颤音，还有一些拨奏方面的等等技巧融入在里面，是下哆咪哆哆咪，听到吗？断。他说各位以这一首就是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户外表演是也可以尝试着来演奏这一首二泉音乐。嗯，三、四下，很好。